应该主要有那个食草的地方。那个黄种凤梨都会出来。社区多咱金馆带着游客来到乌蝶生态园区，大家看到色彩美丽刺毛虫，拢感觉真神奇。尤其是小朋友，拢禁不住想要蹦一下。那会痒的嘞，我敢摸。对，软软的很好玩。有没有很可爱？有。很奇妙。就是软软，然后很像塑胶。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对，跟一般毛毛虫的那个印象不一样。为了推广在地丰富的蝴蝶甲花经过的生态，迄地乡东宫社区特别推出双赢蝴蝶生态导览活动，尤其头一届推广东宫看花经过行程，吸引到将近100位民众全家大细前来参加。其实我们的东宫社区的萤火虫有栖地哦，蛮宽阔的哦，萤火虫的种类多，范围蛮广。那因为在目前就是交通比较那个狭窄一点哈，就不敢开放呀，哈，给那个游客。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哈，就是让大家了解东光社区这边的萤火虫哈，数量蛮多。在多咱景观来介绍下，大小朋友都能当亲身观察蝴蝶甲幼虫的生态，而且更加了解刺毛虫，其实并无一般了解有毒甲可怕，各自的模样，让大家拢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啊，我们是从竹南过来，对，然后因为本来小朋友就想说要让带他们多参加户外活动，然后就刚好，其实鱼池乡的办的活动，我们这次已经参加第二次了吧？对。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来？觉得这里很好。我们从大理过来的，怎么会来参加？我们就是想来看萤火虫，然后刚好有看到这样子的报名，对，就希望给小朋友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。东宫社区也表示，接下来两个月时间的周末假期，拢推出双赢蝴蝶生态导览行程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来报名，绝对会当不虚此行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